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做菩提心呢？简单的说，或者是用一句话来讲菩提心的话，那就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啊！为了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让他们成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首先我要成佛啊，这种决心啊，这种勇气啊，叫做菩提心，叫菩提心，用一句话来讲，这个就是菩提心啊，用两句话来讲菩提心啊，什么叫做菩提心呢？大乘佛经里面呢，菩提心讲的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简单的讲啊，首先啊，我们对天下所有的众生有爱心，有感恩之心，有报恩之心，那么怎么样报恩呢？我们就是下决心啊，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让他们要成佛啊，这个决心，这个勇气是第一个啊，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一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刚刚学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烦恼啊，生老病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种情况下我们啊，能不能啊，让所有众生成佛呢？这是不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一种空谈呢？其实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呢？从目前的情况讲啊，我们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这个很难。但是呢，有一种方法啊，有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什么呢？首先我自己要成佛。首先我自己要成佛，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传三次的法轮啊，转三次法轮度化无量的众生。同样的啊，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的话，总有一天啊，一定会成佛的。那么成佛的时候呢，我们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可以度无量的众生。
无量的众生啊，所以我们这个决心啊，不是空谈啊，不是空谈，是很实在的啊。所以我们要度一切众生的话，首先我自己要成佛啊，首先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啊。那么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才有能力啊去度一切众生啊。那这是第二句话，也就是说我为了度一切众生，首先我要成佛啊，首先我自己要成佛。那么我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啊听课，然后啊精进的修行啊，这样子的话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啊。这个就是第二句话啊，这两个加起来了以后呢，这叫做菩提心啊，这叫做菩提心。那么各位，可以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大家有没有菩提心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啊，有可能是学佛学了10年、20年的啊，有可能呢，也就是学了3年、5年的啊，各种各样都有。但是有没有菩提心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去算命啊，不需要去打卦啊，就是问自己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曾经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么去想过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就包括工作上的、家庭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有目的的，都是有目的的啊。同样的，我们学佛也应该有目的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学佛啊，10年、8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回头去啊观察一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学佛的啊？我学佛到底我想得什么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学佛的绝大多数的啊，绝大多数的动机啊，目标是为了健康、长寿、发财啊等等，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啊，大部分人都是啊初学者啊，一个普通的人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想我自己健康长寿啊，发财，然后呢，希望家里的人、亲戚朋友啊健康长寿，这个有错吗？难道佛教会否定这一点？这一点佛教都会否定吗？啊，不会否定的啊，这个没有错。但是整个学佛的目的都是这么一点点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非常的可惜啊，非常的不划算啊。所以首先你要知道啊，学佛首先到底要学什么，为什么要学，这个必须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们经常啊，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我们无论是尼玛也好，各路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教派都是一样，我们讲经说法的时候呢，首先告诉提醒大家，请大家啊，今天听课的动机啊，应该是发菩提心啊，希望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会这样子提醒的。我们的传统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的讲课之前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发菩提心啊。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菩提心说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实际上很难很难的。在藏传佛教里面的啊，有些修行人高僧大德啊，那么就仅仅是为了这个菩提心呢，修10年、8年啊，10年、8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他们一生都是修菩提心的啊，专修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上师，这样子的修行人特别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菩提心的价值啊，菩提心就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灵魂啊，整个大乘佛法的灵魂。也就是说，没有菩提心啊，那就是这根本就不叫大乘佛教啊。什么叫做大乘佛教啊？各位知道吗？
阿底峡尊者在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啊。阿底峡尊者就降国了。大乘小乘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说我大你小这样子的意思呀，这就是说，如果你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所有众生啊，度化一切众生啊，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啊，它考虑的范围很广，所以叫做大乘。如果我们的学佛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个人的问题啊，我个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没有考虑其他的众生啊，那么这个范围很小啊，所以叫做小乘佛教，所以叫做小乘佛教啊。当然，这个大和小是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啊，就这是一个大乘佛教。对南传佛教其他佛教的一个称呼，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啊就勉强的啊就是照着的啊被动的啊就这么想啊，我一定要，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啊，为了成佛我今天听课啊，这样子就对了。然后这个不仅是我们今天的听课啊，以后我们比如说烧香拜佛啊，念经磕头，闻思修行，无论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离开这个菩提心啊，都不能离开菩提心，不早做的助动的非常积极的菩提心，非常标准的菩提心啊，那是非常非常难啊，但是呢早做的勉强的啊也可以的啊。佛经里面讲这个过去的这个噶当派的啊这个上师啊，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上师的著作里面讲啊，比如说这一生当中我们只有一个发造作的被动的菩提心的机会啊，修了一辈子也没有修除这个标准的菩提心，但是没问题啊。为什么没问题呢？下一世你再投胎转世的时候呢，你因为这一生当中啊就发了一个造作的被动的菩提心，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啊，然后下一世啊，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不但是成为一个菩萨，而且能够度化，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地球上的所有的人，能够度化所有的人，有这种能力的啊一个菩萨啊，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菩萨，所以非常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我们首先呢听课之前，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发菩提心啊，这是第一。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它有什么不同呢？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它的这个佛法的本质上啊，它是没有区别的啊。那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佛经啊，佛经上面呢有一些区别。这是什么区别？先宗的部分啊，藏传佛教的大部分，就像我们藏传佛教的甘珠尔，就是佛讲的啊这个经啊，丹珠尔叫做轮啊，经和轮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呢，这两个加起来叫做大藏经啊，就叫做大藏经。在汉传佛教里面把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叫甘珠尔、丹珠尔啊。那么甘珠尔和丹珠尔里面的啊，大部分60%-70%或者是65%这样子，都是先宗的经典啊，都是先宗的经典。我们大家不要以为藏传佛教都是密宗，不是啊，大部分都是先宗。那么这些先宗的经和论呢啊，跟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韩文版的经论啊，完全都是一样的啊。有些时候呢，因为翻译的人的这个力节的区别啊，就是稍微多一点呢，少一点呢。有些时候呢，因为印度的这个梵文的版本它本身的区别，就是内容稍微多一点，稍微少一点，有这个区别。但是呢，的这个内容上啊，
它的大致的内容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然后呢，密宗这一块啊，韩川佛教里面呢也有密宗啊，也有密宗。这个密宗在韩川佛教里面叫做唐密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啊翻译过来的，叫做唐密。唐密。这唐密呢，然后后来就那日本人从中国翻译到日本以后呢，叫做东密。叫东密啊，那么东密，日本的东密啊，中国的这个韩川佛教的这个唐密和藏传佛教里面的那个密法叫做外密啊，藏传佛教它就分内密和外密啊，叫外密。那这三个啊，东密、唐密、外密，其实是都是一个意思啊。很多的这个经文呢也是一样的。这一下呢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佛经上啊都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藏传佛教里面有的一些这个经佛经啊，汉传佛教里面没有。有些时候汉传佛教里面有一些有的这些佛经呢，藏传佛教里面没有，有这样子的区别，这是翻译的区别啊，其实都一样。那么唯一的一个不一样呢，藏传佛教它就多了一个内密啊，内密、外密和内密的内和外是什么区别呢？非常深奥的东西叫做内啊。稍微深奥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非常深奥的，比显宗里面讲的东西还深奥一点的东西呢，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这个外密啊。这个外密呢汉传佛教也有，藏传佛教的这个特点是内密啊，内密是只有藏传佛教，这全世界只有藏传佛教里面才有啊。我发现在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这个外密里面呢，有少部分的这个内密的衣柜啊，内密的衣柜少部分，但这个量很少很少啊。那么巴利文本来就没有大乘佛教的太多的经典啊，然后呢，汉传佛教里面呢只有外密啊，那么藏传佛教藏语的这个藏语的经文当中才有这个内密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只有藏语里面才有这个内密啊，其他地方都已经，印度当时有，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密的东西啊，这样子。这叫做这个藏传佛教啊，叫做藏传佛教。那么藏传佛教修学啊，怎么样修呢？修行的方式啊不一样的啊，有所不一样啊，当然也不是全部不一样，但大部分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汉传佛教有汉传佛教的特点啊，藏传佛教呢有藏传佛教的特点啊。对某些人来说呢，藏传佛教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对有一部分人来说呢，汉传佛教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呀也是非常的适合的。但是各有各的这个长处，各有各的特点，这样子。那么藏传佛教呢，它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它是从最基础的修行，从最基础、最基础到最高的这个最高端的这个课程啊，它安排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藏传佛教这个藏民族就在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就是稍微有智慧的啊，稍微有头脑的，都投入到这个佛教的研究当中啊。他们没有去开发更多的科学呀、哲学呀，都没有。藏文化，比如说藏族的医学呀啊，手工艺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跟佛教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他们的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整个的民族去研究这个，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佛经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我们谁看都看得出来
非常的这个规范啊。这个并不是说某一个佛教不规范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藏传佛教的它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比如说我们第一小学的课程啊，中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本科的、研究生的、博士的课程一样的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最简单，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刚入门的人，第一步是什么？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呢，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啊？然后呢，我怎么知道我第一步走完了没有？这个标准是什么啊？第二步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小学课程我读完了以后呢，我可以去考试呀，考试合格了，我就毕业了，可以去读中学了啊。同样的。藏传佛教的这个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个课程啊，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有标准啊，这个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考核啊，就是一个个人的修真上的一个要达到一个这个标准啊。那么这个标准，谁知道达到了没有呢？这个不是问别人，也不是大卦算命呢，就是要问自己呀。我自己的这个目前的境界。和佛经对照啊，在这个对照当中呢，我基本上达到了这个佛经的这个要求啊，这样子以后呢，我就在小学可以毕业了啊，然后呢就是中学，啊，中学也是一样，这个什么叫做中学，它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这个达到标准，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一点都不模糊，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修。那么修行的路，他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然后第三啊，第三什么大学啊？那么大学是大学课程是什么啊？然后这个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每一个的这个啊，每一个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它的标准啊，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大部分的这个经和论的传承，从释迦牟尼佛、从龙树菩萨到现在这个传承是没有间断过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藏传佛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要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要给你们讲华严经或者是。楞伽经或者是大涅槃经这样子的话，那首先我必须要有传承必须要传承，我有传承以后，我才有资格给你们讲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学过，我自己都没有听过我从来没有这本书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老师、在我的上师那里听过，没有得过这个传承的话。那是不允许讲的你学习自己学习自己去看这个是允许的，但是呢，给别人穿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不允许呢？佛经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从显宗的角度来讲，了义和不了义就有两种了义是什么呢？了义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想表达的这个内容，全部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到位这样子的话，了义已经很圆满了。这个内容就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去找其他的解释这叫做了义然后还有一个叫不了义不了义是什么呢？因为佛陀当时根据现场的人的这个根基就虽然这么讲了，但是实际上佛陀他本身他真正的本意就不是这个本意，他另外一个意思他讲的这个字面上的内容他不是他的本意他有另外的这个解释的方法。那么另外的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呀？释迦牟尼佛自己的这个。观点自己解释有一部经，这叫做《解深密经》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也知道《解深密经》，解深密，深密是什么呢？佛陀自己的最重的思想和最重的观点，叫做很深层次的叫做密意，就是意义
解就是佛陀自己去解释自己的一个深层次的意义这叫做解圣密经有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用佛经来可以证明的所以了义和不了义这个佛经里面这么讲，但是呢，另外一个佛经里面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内容那么这个难道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经与佛经有矛盾吗？难道佛陀的这个佛经是自相矛盾了吗？如果不是，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就这个是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只学了一部经两部经的人那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另外一部经里面呢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内容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以为这就是佛的真正的意义，其实佛还有其他的意义那么佛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为了各种各样的众生的根基而传法并不是他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不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知道什么就讲什么，他不是这样子所以当场佛陀就是根据当场的情况讲法当场的这些人的接受的能力根据他们的接受的能力去讲，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了义和不了义的，在显宗就这样子然后呢密宗里面呢然后呢特别更加的更加这方面呢就出现更加的这个是不一样密宗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各位一定要明白的，这密宗自己讲的每一个字稍微比较重要的词汇重要的词汇都可以不同四个不同的层次，这四个不同的层次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这不是我说的呀，密法他自己讲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没有传承，我自己看这本书然后呢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去讲那么这个是不错不错才怪的所以藏传佛教就是非常的严格的，不允许这样子的你自己没有传承，你自己拿一本书去学习都可以的，学习参考都可以，但是呢你要给别人讲那必须要有传承了才可以讲的没有传承这个是不可以讲的为什么呢？出在这个中间会出错的所以这个显宗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密宗有十种不同的解释的方法那么两个字，比如说像光明像光明这两个字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光明是什么呢？光明就是光光就是我们从物理的角度讲，这个我们的光谱上的这个可见光和不可见光，就是这些光那么很多人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对光明的理解然后呢在佛经里面呢，虽然讲光明这两个字，但是呢这个光谱上的光光谱上的光跟这个光谱上的光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但是呢他还在用这个光明这两个字他既不是可见光又不是不可见光都不是那么他不是可见光，他不是不可见光，这个光谱上都找不到这个光明的这个意思，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光明这两个字然后这光明这两个字的内容呢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它就分四个层次四个层次呀这样子去解释，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去没有这个传承的话，自己拿去拿一本密宗的书然后自己去读以为了结了给别人传，或者是去这个评论它的对或者错这个是没有资格的它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藏传佛，这是藏传佛教的这个，这是藏传佛教里面就是这样子啊。藏传佛教念一个普通的念一个普通的这个显宗的修心呢啊，显宗的修心都是这样子，要求非常严格，密法就更不用说了，然后呢，这些论典里面呢，这些论典里面就把它的精华啊，它的精华啊，然后呢，就把这个精华都提炼出来了，提炼啊，精华提炼了以后呢，比如说佛的一些很光的这些佛经里面的这些具体的方法提炼出来了以后呢，它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层一层、一步一步的一个修心的引导文修心的这个指导。那这种书这种书的后面就有三个字，三个字引导文，就这三个字引导文和论是不一样的，论就讲它的理论理论然后呢，引导文呢？这个理论，我们懂很多很多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怎么样落实到这个修心当中怎么样去实践怎么样去实践？那讲这个方法的叫做引导文。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士演讲或者大圆满的这个前行引导文这样子，这种引导文尼玛、格鲁、萨迦、噶举、觉囊这个藏传佛教的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有引导文，各有不同的引导文那么这个引导文呢，它是很多很多的佛经里面提炼出来的，提炼出来提炼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序规范的一个这样子的修心的具体的方法，这叫做实修的实修的论点。这里面不讲很多很多的理论它是一个具体的引导文。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传承传承在传承上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密这样子的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要给别人讲。那么首先必须要去，如果比如说我要某一本书，我想给大家讲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首先我要去听这个传承找一个传承的持有者然后呢，从他那边呢要去听听完了以后呢，我自己的理解，还有呢，这个老师他和他的老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们对这个经文的经书的理解加起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佛经的内容，然后我可以给别人讲任何一个文化的东西任何一个文化的东西，如果没有如果这个失传了没有这个传承了那这样子的话，自己去看这个非常的难，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这样子的非常深奥的东西，本来就是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它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几乎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的那么这么一个深奥的东西没有人给你讲没有人给你指点，然后你自己拿一本书去讲，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很少的，因为它的层次很深用我们的人类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为什么我们的人类的语言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方便沟通而创造的它的效果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用这样子的语言来描述一个根本就是超越了这个现实生活以外的东西，当然是有难度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但是勉强的在佛经里面呢，用光明呢
用空心呢，就是用这类的字来表达了。但是光明到底什么叫光明啊？空心到底什么是空？哦，这个还需要解释呀。什么叫光明？需要去找解释，解释再需要解释啊。什么叫空心啊？一个空心啊，八个空心，四个空心，十六个空心，二十个空心，这样的很多很多。但是具体的啊，到底什么叫？如果我要去感受这个东西，那么我要去啊，我不要这个理论啊，我要去实证这个空心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那就是啊很难了，没有经验啊，没有这个修行的实证，没有传承的，几乎是没有办法表达了啊。所以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这些传承啊，这是这个是很完整的，这个是很完整，这是它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它的修学的次第是什么？藏传佛教它是非常的重视次第啊，这个次第呢，先做的啊，然后呢后做的啊，最后做的啊，这个次第特别的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外面呢，就像台湾呢啊，或者香港啊，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个比较乱啊，比较乱啊。我想好像欧美啊，很多人都不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去修心，按照他们的上师给他们指点的这种方式去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啊，当然不是所有人了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很多地方是什么呢啊，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大陆的这个学藏传佛教的人也有这个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啊就像见啊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上师，就像修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法啊，然后呢，我们一般的啊，比如说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上师，他完全可以给你指一个解脱的路，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没有什么实力啊，没有什么名气的，这些上师我们不见，我们不理。然后呢，菩提心、出离心啊，这些法啊，我们可以直接去修，今天、明天就可以去修了啊，当下就可以去修。但是这个我们不去修啊。然后呢，修什么呢？就像需要相修大圆满呢啊，大手印呢。十轮金刚啊，密集金刚啊，这些藏传佛教里面的最高端、最高端的法啊，我们一开始就要修这些法啊，最后呢，没有一个人修成功了，都失败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这个非常简单呢，比如说啊，一个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都还没有读完的人，一个学生，他想读博士生啊，那么。有一个博士导师给他博导啊，讲这个博士生的课，他会成功吗？会成功吗？大家觉得这个会成功吗？会是吧？不会是吧？哦，好，非常好，你们知道就好了，这个你们必须要知道，哦，这个特别的重要，这个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就中国有一句话，比如说一年学佛，佛在身边啊，就是刚刚进佛门的时候呢，就很兴奋，很冲动啊，离佛很近很近的这种感觉啊。三年学佛，佛在天边啊。为什么佛在天边呢？啊，其实佛跟我们啊。也不在身边，也不在天边，其实都不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不对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不懂啊，一时冲动，就是以为这个学佛呢很简单啊，一天两天就可以学，直接就可以学大圆满呢，大收益呢啊，然后我一定会很快就会成佛了啊，所以就是觉得佛在身边。
然后进去了以后呢，什么大愿嘛，大圣音全部听了啊，该听的都听了，该管的丁都管了啊，但是没有什么感觉呀，啊，大圆满也就是不过如此呀，啊，然后就觉得离佛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最后都不知道要怎么去修行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啊成不了佛了啊，然后就退失信心了。就有这种问题啊，这不是佛法的问题啊，这个不是佛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修行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很正常，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常。比如说一个小学啊一年级没有毕业的啊学生去读博士生的这个课程，那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以为直接就可以去读博士生啊，两年三年就可以啊，就变成一个博士了，嗯，然后去读了以后呢，让他非常的失望，这根本不是这样子，然后最后觉得没有希望了，嗯，啊，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这很正常的，嗯，学佛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藏传佛教他知道这个啊，所以他是不允许修啊。后面的东西啊，他按照他的要求，他是不允许降啊，不允许看啊，连砍都不允许砍的呀，砍也不允许砍，降就更不用说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去理解这些东西，比如说禅宗里面的最高最高的法是什么，留足坛经讲得很清楚了啊。就不可思不可言啊，当下的心很简单了 啊不可思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办法去思维了啊，不可言是什么呢，没办法去表达了啊，当下的心，那到底什么是当下的心呢啊，也不能没办法说了，也没办法去思考了，那什么是当下的心呢，没有人知道了，嗯，有没有办法表达啊，有没有办法去思考啊，然后到底当下的心是什么，没有办法呀，不知道呀啊，我们念金刚经念了成千上万次啊，开悟了吗，没有开悟啊，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啊就一句话就开悟了，为什么呢啊，大家应该知道的啊，他是禅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啊顶尖的课程啊，但是我们普通的人还没有到这个顶尖的这个层次呀，人和法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我们不相应，我们念了很多金刚经我们没有开悟啊，慧能大师呢，因为他的人的层次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方，所以他一听啊立即就证悟了啊，立即就证悟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听高法听深奥的法，这个只能让我们失望啊，只能让我们失望，这个不是佛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次第啊，没有按照这个次第啊，所以就失败了。所以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前面的法没有修完之前是不允许修后面的法啊。那么到底前面的法是什么，后面的法又是什么呢啊，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了，出离心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刚刚进入佛门的人先修出离心啊，不修其他的，就修出离心，嗯，出离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从轮回啊当中啊出去啊，从轮回当中啊脱离拜托啊，这叫做啊出离啊，禅宗天天也在讲放下放下放下啊，话说的没有错呀，就是要放下，放下才能够成佛的，没有放下就不能成佛了，嗯，但到底怎么能够放下啊啊，我们也可以问问你，教我放下你自己放了吗，也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没关系，他说的话是没有错的啊，就是放下，其实这个不是他说，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放下啊，怎么样放下，我们大家知道了哦，要放下了，不能执着了，有执着就不能成佛了，放下就
可以成佛了。这个理论一下五秒钟当中我们知道啊，但是怎么样能够放下呢？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法呢？啊，方法，如果方法还是让你放下，就这个方法的话，那是我没有办法放下了啊。他就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呢？有啊，具体的方法有，具体的方法就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啊，训练的方法啊，一种训练的方法，用现代的语言讲，这叫做心力的训练啊。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修心啊，修心实际上就是一个训练的方式。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啊，然后呢，我第一个就放下了一部分了，我不可能一下子放下所有东西啊，这不可能的。我放下了一部分啊，放下了什么呢？当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或者是当我还没有去发菩提这个出离行之前呢啊，我的目的，我所有的我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啊。不但是这一生当中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而且生生死死啊，我拥有一个啊这个幸福的生活，享受人天的福报啊，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的目标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粘老鼠的一个啊，粘老鼠板，知道吧？好，那么老鼠是怎么粘的呢？上面有什么呢？有胶水啊。好，因为老鼠，因为这个粘鼠板上面就有胶水啊，所以老鼠一碰就粘在这个上面了啊，从此以后就脱离不了了啊，老鼠就死掉了。啊，就在这个粘鼠板上死掉了啊。那么我们啊，今天就像一个老鼠一样啊。然后呢，这个轮回就像一个啊粘鼠的抓老鼠的这个粘鼠板啊。那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跟这个啊轮回有什么，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为什么不能脱离这个呢？啊，就像地心的引力一样啊，地心这个地球的引力，我们任何一个人啊，牛顿当时也不是把苹果掉下来以后他就发明了这个吗？苹果为什么掉下来了呢？就是因为有地心的引力啊。那我们死了以后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啊，为什么总是出不去呢？啊，也有一个引力啊，这个引力是什么呢？粘鼠板的胶水啊，地心的引力啊，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还走得比较远呢，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天人啊，还有就是色界、物色界，这个离这个我们的这个轮回啊，它其实也是轮回，但是呢，离我们的比如说地狱、恶鬼、人间还是很远的呀。它走了很远的，很远，走得很不错，但是走完了以后还要回来的啊。还要回来，那为什么他回来呢？啊，为什么他不可以继续走下去呢？嗯，就是有啊，有一种引力啊，这里有一种磁场啊，这个磁场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众生，就是因为这个引力啊，就出不去了，总是要回来，走得再远也得要回来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对轮回的这种贪欲啊，这个贪欲啊，贪当然有很多很多种贪欲啊，是不是？我们学佛了以后，比如因为呀，比如说啊，今天我们去餐厅吃饭啊，那是不是我一定要吃最差最差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发菩提心、出离心的人啊，对美食啊，我不应该有这个贪欲，所以我就吃最差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啊，它不是这样子。贪欲有很多种贪欲啊，这个里面的最关键的贪欲，我们先放下啊，然后呢，其余的东西呢，可以逐渐的放下啊。那么怎么样放下？首先啊，大家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下自己啊，你们认为，或者是我认为，
我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啊，想过没有？肯定是想过了。生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真话的话，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生存的目标就是为了过一个啊幸福的日子，很简单啊。这个想法没有什么罪过啊，这个很正常的，这没有一个罪恶，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引力就是这个念头啊，大家要知道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粘书板上面的这个胶水一样的东西，什么就这个念头啊。然后呢，地心的引力啊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念头啊，没有其他，就这个念头。因为我们一直都想回来，回来，回到这个人间或者回到天人的啊时间去享受人天的福报，我们一直都没有一个我要脱离拜托的这样子的想法呀，没有这样子的决心，一直都回来，一直都想回来过一个啊所谓的幸福的生活。那这个是地心的引力啊，这个是粘书板上面的胶水啊。因为有了这个胶水，我们就是啊，就站在这个粘书板上面了，没有办法脱离的啊。所以我们禅宗让我们放下，我们放不下啊，放不下。净土宗让我们一心不乱、一尘不染的念佛，我们没有办法不染啊。大圆满让我们就明心见性啊，什么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啊，都没有办法。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太说得很好听，但是呢，离我们的距离太远太远了，所以我们做不到啊。那这里有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做到的，离我们的生活、离我们比较近一点的东西呢？啊，有，这是什么啊？这就是出离心啊。这就是出离心了，出离心的要求并不高啊。让我们放下什么呢？啊，比如说你可以开啊高级轿车啊，然后呢你可以住这个豪华的别墅啊，然后你可以背名牌的包包啊，你一身都是名牌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因为整个社会都这样，我要跟他们一起啊，我要跟他们一样，就这么简单啊，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样啊，生活的方式。如果我有条件，我为什么不可以过稍微好一点的生活呢？当然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把这些啊，比如说戴名表、穿名牌的衣服啊，住豪宅，你把这些当做了你的生命的生存的目标啊，这就没办法了啊。这生存的目标和生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大家要知道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一种生存的方式，那就没关系了啊。但是你就是生命的目，生存的目标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以外你没有生存的目标啊，那这样子就是，这就是变成了地心的引力啊。所以呢，这个苹果再高也好，它一定会掉下来的啊，除非是把它送到2000公里以外啊，没有地心引力的地方，它会掉不回来的啊啊，否则的话，这个它再高，它都要回10层楼、100层楼，你们的101层楼上面的苹果也要掉下来。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下面的这个引力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强，所以我们就投身到这个最顶级的这个这叫做有顶啊，有就是轮回，轮回的最上层，无色界啊，无色界，到了无色界，最终还是要下来的啊，那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出离心呢啊，所以我要只能回来了啊。Thank you.
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